大家好，今日我哋脚步咧嚟到咗珠海嘅沪深路嘅，再次回访翻咧都会大景呢个楼盘。目前都会大景咧主要在售紧第三期嘅产品啦，尺价900多万一尺，包埋装修发售得到俾大家。兼且依家咧100,000首期就可以上车珠海斗门嘅沪深路片区啦。好啦，咁事不宜迟，我哋不如入去售楼处咧了解一下先。嗱，今次咧带大家嚟到呢个位处于珠海沪深路嘅都会大景咧。明顯地佢嘅價錢咧又創咗佢自己呢個項目嘅新低噶啦，900多元一尺可以入到場啊，亦都係相當之難得嘅。嗱，趁住而家內地嘅樓市市道啱啱開始好翻，好多樓盤咧都係用翻之前啊喺淡市嘅時候嘅定價或者個減咗劈咗嘅價錢嚟噶。若然你對呢個項目認為可能自住啊等等真係吸引嘅，歡迎盡早聯絡我哋去現場呢一度實地考察一下。其实现时买都会大景比两三年前更吸引，因为除了价钱便宜了，它的成熟度都比以前高了很多了。湾区置业要找可靠具诚信的代理帮你手，欢迎上我们自家兄弟旺角总店这里谈谈。在这里我们可以提供舒适和具私隐度的环境，和你洽谈楼盘细节。前往的方法相当简单，你只需要在油麻地站的 A1 出口转回过来弥敦道这一边，向太子方向走过去，约一分钟的时间你就已经可以来到银座广场了。又或者你可以旺角站的 E1 出口向尖沙咀方向行6分钟，一样可以来到银座广场。而详细的地址就是影片的下方。我们现在卖6栋和8栋这两栋，那8栋是细面积的，0104是98南北对流双露台的，0203是105平方的，跟着6栋那边0203是119的，01是133的，04是95，04和8栋这边的0104、98是布局一样的，都是南北通双露台三房两个洗手间的。那我们现在卖的价钱大概是9888到10800左右这个价位，看楼层看户型它的价钱都不一样。其中我们都会有一些就是低楼层2、3、4楼都会有一些8998咁样，就系我啱先讲嘅价钱咧，都系去到1.5成首期左右嘅。咁如果有啲客户想做翻低首期嘅话咧，如果119嗰个户型系可以做翻50,000嘅首期嘅，咁如果系其他户型系最低80,000起，大部分喺100,000左右嘅首期。系啊，我哋依家主要卖紧就系6栋同埋8栋，因为呢2栋咧合同写住明年嘅5月份交付啊嘛，大概应该2、3月份左右应该可以搞定出嚟，跟住提前交付咯。因为依家工程已经水电铺好晒，所有嘅装修材料已经运咗上去噶啦，咁喺度贴紧砖噶啦。你睇到啦，依家佢入边嘅园林情况，依家全部喺度做紧嘅，系啊，有部分园林已经出咗嚟噶啦。再请教翻下，其实我哋依家呢一期咧，系咪成个都会大景最后一期嚟？可以讲唔系，依家系第三期嘅，第三期系啊，三期同埋一期园林系一齐嘅，作为一个小区，等到我哋6栋8栋交付嘅时候，呢成个小区所有工程都会搞掂晒。跟住我哋依家别墅区旁边条路咧，包括7期呢边，因为三期同埋7期系共用一条路啊嘛，已经喺度整紧呢条路噶啦。跟住7期呢边入边都有部分喺度整紧沉降同埋打桩呢啲工程噶啦。系啊，所以接落嚟我哋三期呢边整好所有工程之后，我哋就7期呢边就开始喐手噶啦。系啊，7期嗰边有高层都会有别墅区。O、okay, K， 后边仲有好多要起嘅。大致上明白。我哋嚟睇一只咧98平南北对流双露台嘅户型单位啦。我哋经过我哋呢个咧就系我哋正门啦，佢亦都系采取咗别样一个设计啦。大家睇翻欣赏下呢个门，同埋我哋嘅智能锁啊，系好厚身嘅。呢个锁咧都系。非常之到位啦，跟住鏡頭右邊呢一個鞋櫃咧，都會係膠收標準嚟嘅嚇。上邊啊有1、2、3層嘅收納位啦，跟住下邊啊亦都係有我哋收納位嘅，兼且咧佢唔需要話斜住擺啲鞋啊嚇，即係正住擺咧都可以入得到去。跟住鏡頭右邊呢個咧就係我哋一個公用廁所啦。啊，肉眼所見到嘅基本上咧都係膠收標準嚟嘅，咁你企缸位轉身咧都係夠位嘅嚇，都係夠位啊。咁喺入門口有廁所，一個好處咧就係離開屋企之前咧，或者翻屋企之後咧，都可以第一時間咧就執一執自己或者洗一洗手咁樣。咁呢個頭先有介紹户型啦，南北對流雙露台，鏡頭右邊嘅呢邊係飯廳，飯廳咧就擺圓台，其實就比較問少少嘅。但係如果係擺一張咁樣嘅直啲嘅餐台咧，6到8人嘅一個餐椅擺喺度咧都冇問題。咁我哋再睇一睇我哋廚房位置啦。啊，餐台隔離咧就係我哋廚房位。其實如果按照咧呢一個100平做南北對流雙露台嚟講，呢個廚房其實算係大噶啦，算係大嘅。
兼且佢嗰邊係可以擠得落一個雙門雪櫃。咁雪櫃咧就唔係膠收標準嚟嘅，大家要注意翻。所以我哋後期咧自己去買。咁其他有嘅係咩咧？嗱，呢啲我哋嘅櫥櫃啦、抽煙機、我哋嘅灶頭啊，同埋消毒櫃，呢個咧就係膠收標準嚟㗎啦。咁一睇翻，其實兩個人、三個人煮嘢食咧都冇問題嘅。OK， 咁啊，餐台呢邊出嚟咧就係我哋一個細露台。洗露台見到的呢啲櫃體、洗衣台、洗衣機呢啲都冇嘅，要自己後期去做翻啊。咁我哋呢邊係睇翻對我哋屋苑嘅園區，屋苑嘅園區嗱嗰邊咧，遲啲對外嗰幾座咧，遲啲都會開售噶啦。你大家睇翻咁樣嘅樓間距，其實都好闊嘅，而且個園景咧做得相當之唔錯。有一種咧就感覺係層次非常之分明嘅感覺，譬如話呢一個我哋嘅泳池啊，嗰邊嘅兒童玩嘅地方啦，細路仔玩嘅地方啦，跟住嗰邊係一啲跑步嘅，即係層層疊疊，佢個景咧就顯得好有層次感嘅。好，我哋咧再翻翻嚟裡面先，跟住去嗰邊睇一睇。啊，經過咗飯廳咧，呢邊就係我哋客廳啦。客廳係好明顯感覺到咧，比飯廳會更加闊身嘅。啊，咁講翻到客飯廳加收標準啦，所有嘅電器都係冇嘅，護牆板呢啲都係冇嘅。有嘅係咩呢？有我哋嘅地磚啦，跟住咧係牆身咧係白色嘅油油嘅嚇，所以大家咧要注意翻啦。後期想做翻呢一個咁樣嘅效果嘅話，歡迎都原諒我哋，我哋公司有跟進進一步嘅裝修服務啦。OK， 咁啊出翻嚟啦，佢所有嘅趟門啊同埋窗台咧都係用咗雙層隔音玻璃嘅，效果咧係相當之顯著。出到嚟主露台，主露台望翻呢邊咧係對住翻我哋一個護心路嘅方向。啊，佢唔會係好近馬路嘅，因為中間咧隔咗呢塊吉地。隔到呢塊吉地，吉地將來咧佢據發展商嘅介紹咧，未來就係屬於佢嘅商業地塊。所以起的層數都不會太高，所以現在這個視野呢也都會相當之開揚，包括那個現在現時它的這個屋苑的售樓處就是在那塊吉地那裡。好，那條就是香海路，這裡有個 上這個香海橋的落腳位，沿著這條路大概十幾分鐘就可以到珠海的香洲區了，非常之快捷。好，回到裡面先，我們是時候去我們休息位睇一睇先，先睇一睇呢間房啦。呢間就細房嚟嘅，呢間係細房啊。咁肉眼見到呢啲基本上冇噶啦，有都係一啲硬裝嘅膠收標準。呢度其實可以俾整翻一張四尺牀，四尺牀做翻張單人牀啦，跟住呢度做埋衣櫃啊，啱啱夠使呢間房間啊。在對面啦，對面呢間房就大翻少少，大翻少少。如果是擺張嗱，呢張係四隻牀嚟嘅啫。如果是擺張五隻牀咧，可能要犧牲一個床頭櫃啦。咁呢張牀咧就要貼埋啦，就要貼埋牆身啦。啊，就可以做一道兩邊落床，兩邊落床。咁啊，最後咧就睇一睇主人房啦。主人房咧係咁多間房間之中係最大嘅。啊，先嚟欣賞一下我哋套廁嘅空間。套廁大細同頭先入門嗰個位咧其實差唔多。OK， 最後欣賞一下我哋頭先有介紹過嘅呢、这個。主人房的大空間啦，嗱呢邊做個衣櫃，跟住咧擺落一張五尺床或者六尺床咧，其實都係夠位嘅。而且呢個咧係睇翻住小區嘅園區嘅嚇，睇翻住小區園區呢一間房間。依家我哋係喺實體樓上邊，所有見到嘅咧都係實景嚟嘅，即係你買呢個單位就可能係呢個單位嘅樓上樓下噶啦。OK， 好啦，咁呢個咧就係我哋98平啦，98.幾啦，當99啦，接近到100平啦。咁佢嘅尺價嘅話咧，就低樓層啊9000出頭啦，高樓層咧可能10000多咁上下嘅。OK， 依家睇一隻咧133橫廳嘅户型啦，咁喺入門啦，依家身處入門位啦。經過入門之後咧，呢個玄關鞋櫃咧都係設計到送埋俾大家嘅。OK， 跟住再鏡頭右左邊，左邊咧係有一個乾濕分離嘅洗手間啊，呢個洗手盆位置啦。呢度馬桶同埋裏面咧企缸嘅位置嚟嘅，咁我睇一睇，再隔離呢度咧就係有一間房啦。啊，呢間房咧其實都相當之開揚啦，依家喺25樓高度，大家出嚟咧欣賞下佢一個視野先，非常之開揚啦。OK， 翻出嚟，我哋再睇一睇啊，户型咧係做咗一個橫廳嘅設計。这个、呢一個超大橫廳啊，冷氣就冇嘅，要後期自己去做翻。呢、这個橫廳嘅角度咧，感覺到非常非常之舒服啦。嗱，第時呢邊就可以擺翻我哋一個 sofa 同埋電視機咧，咁嘅餐台擺呢一度。啊，餐台隔離咧就係我哋個非常之大嘅廚房位置。啊，廚房用眼所見到嘅呢、这個膠收標準嚟噶啦，而且兼且呢度可以擠到個雙門大雪櫃。出翻到主露台睇一睇先，主露台做咗三線趟門啦。
出一出嚟，向下咧就望翻住小區嘅園區嘅，大家感受一下。OK， 我睇埋另外幾間房先。咁佢係做咗四房設計嘅，入門有一間頭先我哋嘅客房已經睇咗啦，跟住再睇埋另外幾間房啦。呢間房都非常之大啦，起碼即係你就算擺落一張五尺牀咧，你都可以做到三邊落牀係冇問題嘅嚇。OK， 再睇埋隔離先。隔離呢間房好似仲更加大啲喎，佢呢個户型啊，真係每一間房咧都係大房嚟，可能除咗第一間細少少之外，其他每一間房咧都做得非常之 size 非常之到位嚇。再出嚟感受一下呢一邊望翻出去，亦都係相當之開揚。OK， 好，最後就主人房啦。哇，主人房好大，呢度將來做翻一個 L 型嘅衣櫃。啊，將我哋嘅廁所同埋休息位置咧，將佢分隔開嚟。咁啊，最後鏡頭咧掃一掃我哋一個好處先。好啦，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咧呢個133方大橫廳嘅四房單位。各地新政推動成交再度熾熱，2024年房地產市場再度備受關注。你有冇興趣跟我哋自家兄弟過到嚟大灣區呢邊係有咧？自家兄弟現時為客户度身訂造專屬行程，無論喺口岸嘅預約接待，又或者香港呢邊直接出發，提供點到點嘅睇樓安排，帶你品嚐當地特色美食，盡責為你提供各個樓盤嘅資訊，睇樓全程無壓力，讓你可以輕輕鬆鬆選購心水單位。而由簽署認購書一刻，我哋嘅服務先係剛剛開始。無論係匯款、簽約、代辦手續，我哋都會為客户提供貼心而全面嘅協助。後續我哋仲會提供自家兄弟嘅專屬管家服務，由買樓、收樓、驗樓到單位嘅軟裝、精裝設計，以至係訂製家私服務，自家兄弟都能夠為你一一辦到。可以同你一齊選購裝修建材，以至係單位裏面每一個細小嘅組件，更有提供資訊豐富嘅網上平台，俾你自主了解各個樓盤嘅詳盡資訊。無論係市場熱或獨家折扣、熱賣靚盤，我哋都第一時間通知你。我哋誠邀你跟我哋到灣區各個城市選購你嘅心水單位，專屬訂製路線考察，可以天天出發。灣區嘅生活有幾美好，等自家兄弟帶你嚟了解一下啦。